湾立特色公园好大一座，有三个溜滑梯比较大，里面还有两三个小的溜滑梯。这边是玩沙池，然后可以提供给轮椅的朋友们使用。然后前面呢还有跷跷板，还有那个很有趣的摆荡式荡秋千。这个在这边也看得到哦。然后前面是两组三个荡秋千旋转轮，水管化身马里奥。哦，垂直攀岩，攀岩上来，滑下去，哟呼，偏的偏的偏的，超难爬，大爬网，它都围起来了。带各位一起去上面看看，那这边很多溜滑梯啊设施哦，限七岁以上儿童使用。因为太小的话会受伤。鹅卵石攀岩区，哎呦，然后这边很特别的一个通道，这个紫色的通道呢，要从上面走进去。那这边还有小座的滑石子溜滑梯，我们再请哥哥为各位示范如何爬通道。哥哥可以为我们示范爬通道吗？适合年龄5到12岁，哥哥你几岁？11岁。11岁，刚好差一岁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像小狗？跑好快，不见了。Hello， 你跑到中间了。他可以从上面跑出来哈。对啊。那个身形小的呢，会比较方便。哦，哥哥灵，身手矫健。哇，成功达阵，跟大家说 hello。第二座小的溜滑梯，溜滑梯走喽。会不会滑 ？Go。OK 的啦。为什么我会刹车？哟呼。是因为我的关系吗？各位溜一下粉红色的会不会卡？我感觉它比较平哎、欸。哪有？卡卡，卡卡，卡卡，呼呼，是因为我太重吗？卡卡，呦呼。